块钱，通通有你。四八七四八七四八二十八三十六，来关注许昌城。四八七四八七四八二十六。啊，我们好，现在在泰国机场。嗯，然后现在先叫人，第一位大来宾就是我们的豆哥。哎呦，豆哥，豆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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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天天担任直播主啊。豆哥，马上上车，这样就嗯，关注其上车，好开心。这一次五周年来，这一次九周年，我都爽到了，我都跟到大车。五周年我有妈一圈，他五年我没去。为什么？对对对，我当兵玩那么久了，嗯，已经快四年，对啊。哎，有人说蚂蚁来了吗？你哪里看到蚂蚁？哪里有蚂蚁啊？哪里？喂，好，他是说蚂蚁。好了，换另外一位。好，再来就是我们另外一位大来宾。哪里啊？黑人哥。黑人哥，红兵国家，买了吗？看到红兵没？一定要的，对，刚好一。我跟你讲，红利果胶厉害在哪里，你知道吗？帮朋友订都会瘦，我这边帮忙订了，哎呀，瘦了，对对，厉害厉害。而且我跟宪哥直接本人订都不用给钱，不用给钱，不用给钱。哎，宪哥上次没几箱，对呀。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air flight WY816 to Muscat is now ready for boarding.At this time, we invite guests traveling with infants, small children, or anyone requiring special assistance or extra time to board. Please approach boarding gate. First class and business class guests reboard at their convenience. All remaining guests are kindly requested to remain seated. Please have your boarding passes and passports ready before boarding. We wish you a pleasant flight.他们现在目前在河滨公园约会约会约会，哎，可以把吗？可以把吗？木木现在很会把哦，可以，我接受，我觉得他姐弟恋蛮好，姐弟恋 OK OK 啦，我家还有两个呢，不要太大，不要抢，再等一下，跟妹妹可以了，哈哈哈哈哈，该不会都是有小孩的吧？我们现在已经过一个时代了。对啊，好可怕哦！我们现在都是有小孩的，长青团，长青团，长青团的，长青哎。那我先证明。好可怕哦！哎，才过了5年，过了4年没出国，大家都已经有小孩了。观众其实根本就不期待这些有小孩的这些人来上节。那我们介绍一些有没小孩的，有来新城。先来个新城，耶！昨夜的新城，厉害啦！强心团，消失在。你应该会唱吧？歌词，对，听过，没听过。哎，新城屌，先就是达哥，一定要大声一点。超强！不是他，不是他，小猜一下。没有，直接猜出来是他。因为他讲话有点那个超两呆，我有吧，没有吧？哎，阿曼都没有去过，对不对？没有，有没有？有没有觉得应该是什么？吃什么？那你吃什么？骆驼，吃骆驼，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可能第一道菜就是骆驼体，脚骆驼体。Gentlemen, thank you for waiting. We continue boarding Oman Air Flight WY816 to Muscat. Guest receipt number 31. 网友敲碗，网友敲碗。Your seat number is mentioned on the right-hand corner of your boarding pass. Please keep your boarding pass and passport ready in hand. We wish you a pleasant flight. 公布我们的来宾。对，来了，接下来，哎，接下来就是要一个那个大来宾，大，好吧，大帮助，大旗舰，欢迎大旗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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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大家好，我是大旗舰，339上车。上车，点关注，关键，不能笑，完全不能笑。好，这是我们这次的大来宾。
哎，这次要去阿拉曼其实真的蛮期待的，就因为等一下还要再飞大概六个小时，五个钟头，带五个钟头，带五个，五到六个，五到六个钟头，六个，对，嗯，看有没有顺利，才能到达现在非常热门的一个观光景点总洞，嗯，让我们去的地方大家不要担心，我们是非常安全，嗯，对，安全安全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马克思特嘛。马克斯特，对，我们到马克斯特，马斯凯特，对对对对对，它旁边就是叶门啦，叶门，对，但是首先要搞懂叶门在哪里，叶门就在我们阿曼的隔壁，对对对对，在下面。阿曼以前对阿曼最早的印象是什么？骆驼，沙漠，石油。巴德路，阿曼路有阿曼的，阿曼不是，是两栋建筑物，对对，是一个燕青住的，叫什么忘了，我知道我知道，你知道，那个那天有讲，我也忘了，叫什么，你不要装，他知道，厉害啦，哦，你就知道，没有，我只是说。对，他是在讲真正阿曼的那个。哎，所以大家有仔细看那里面那个小册子了吗？哎，米香有吃他们特有的植物，对，还有那个米吃最多的应该就是那个枣。野枣，对对对对，啊，哦，很厉害啦，好吗？哦，那我们这一趟到那个阿曼去，大家好好开心的给他玩一下。好呀。人生对不对？我们就多了人家一个履历，我们去过阿曼，对不对？只要遇到人，你就可以跟他讲，哎。我们去过阿曼，你只去过阿嬷家。先生，阿曼是不是在杜拜左边？对，杜拜在上面，附近。那我们干脆去杜拜就好了。那个，哎，结果我去过那个地方，我算是有去过中东嘛。我去那个 Casablanca。摩洛哥，那也是在寸中通嘛。对，那时候买摩洛哥有回来。没有，那个赌场。哦，那个是全世界富豪最多的地方。对，摩洛哥，没错。好了，不管如何，咱们就刚也吃饱了嘛，对不对？刚也吃了那个，有看到那个大家给那个 Kid 的那一杯。饮料有真相攻击的画面，所以我们现在在录花边，花比那个饮料大，塑胶的，这家餐厅特别的，对啊，特别，我点个李子，我点个梅子都没不干，阿曼真东西啊，那个塑胶花，不能塑胶花，哦，我们有那个讲，他们说，哎，这次阿曼行的。我们的团员都不错，对对对，以前都比较拐瓜裂枣啦，这次就真的很不错，帅不是？男的帅，女的美啦，哈，一字排开，我们准备往阿曼前进。耶，大家拜拜。This is the final boarding announcement for guests.